这个演员正确的示范。来，我们一样，我爱你。来，好，我就打给现在跟我一起拍戏的一个男演员，他叫李罗。李罗，他也是现在饰演我老公。我们曾经形容一个人叫猪罗，有没有一样？李罗是一个后起之秀，长得帅帅的，闷骚的。来，喂，喂，请问李罗在吗？是啊。李罗，李罗，我叫我李罗。哦，拍摄我怕丢。我罗你嘞，李罗。我无大理啦，我大死啦，无理啦。你是拍位倒去啊？好，再打一个，也是曾经饰演我老公的萧大陆。哎呦，萧大陆，这个本土戏之后啊，可以讲说萧大陆是个戏源不断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小生一步接一步来，看看在不在。嗯，接电话，快点接电话。麻烦找萧大陆。我是哪里找？大陆，好久不见，听得出来我是谁吗？当然听得出来啊。谁？秀月。什么秀月？不是秀月。你到底认识几个女人啊？好多。再猜一次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啊？谁？你忘了我啊？我是你老婆啊。啊，那个家珍啊。家珍。那是别人老婆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那是别人老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我到底是谁？我真的猜不出来，我猜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在家吃斋念佛好久了，太久没有听到女孩子的声音。真的、啊，那太好了。那我这通电话打的正时候啦。真的、啊，你谁？大陆，你谁？我是李方文啊。哦天哪、啊！你看，你都把我忘了。真、啊、的，你都忙着赚钱呐、啊。真的、啊，这样子你都忘了我了。对呀、啊，想去看你的班呐、啊。真的、啊。你现在声音怎么变那么细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温柔啦。真的、啊。大陆。在哪里？嘿。我爱你。真的、啊。我爱你。你有老人家很容易冲动的、啊。我爱你。太多机会都不讲，是挑这时候讲。哎呀，那你怎么好意思讲这电话讲啊？对不对？我爱你。哎，你我说你会让老男人心花怒放啊。我爱你。你的条件那么好，你这句话对任何男人讲，都男人都会忙起啊。我爱你。老男人不能随便说爱人呐、啊，要不然你条件那么好。大陆，哟，我爱你。哇，王叔叔啊，王叔叔，马屁啊！我爱你。可能，你要跌破人家眼镜。你是在测验我们的耐力啊，肖先生啊？哎，你打家里好不好？打谁家？我跟你讲，我太有定力了，要不然李方文那几句话我都已经忙了。我跟你讲，大陆定力太够了，你去吃那个啦，饿死了。说一声我爱你会死啊？就是嘛，我讲那么多，从来没有对那个男人讲那么多我爱你都没有回音的。哎，肖大陆，有，你现在在录的是这个台湾红不浪啊？我基本上呢，这通电话是失败的啊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不能怪李芳，她的魅力绝对够。问题是我在吃斋念佛。你既然都说天话这个不算成功了大陆，谢谢，没关系，给你开个小玩笑，谢谢。肖大陆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谢谢肖大陆，现在要打给谁？李义军是？好像应该可能在录影。不知道录完没有。啊，李义军在录音啊。喂，请问李义军在吗？等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华玲啊。哎。方文啦。哟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心情不好，打电话给你说你在录音啊，录完没？我刚刚在录那个啦，那个飞上彩虹。啊，真的啊？对。那现在忙完了吧？忙完啦。那可不可以跟我聊一下？可以啊。怎样？没有啊，最近心情不太好啊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没有啦，我这样很矛盾啊，因为我现在在手头上有在拍戏啊，
可是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刚好我一个朋友介绍一个很好很好的男朋友给我，那他住在美国，那年纪大了一点点，那感觉都还不错这样子，那他又跟我求婚啊，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他跟你求婚啊？对呀。那你以前那个男朋友嘞？少闪了。已经闪了。对呀。那你这个认识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啊，一个多月，对呀、啊，可是他对我，错啊、可是他对我很好哎、欸。有没有钱？有啊，有钱啊，对我又好好、啊。那你妈妈嘞？你妈怎么说？我妈随便我啊。那我觉得哦，我想我真的很喜欢他。那我想说，我刚才把这圈退出圈内好了。啊，你要退出圈内？对啊。拜托，你疯了！现在你演八福没有人演过。怎麼你要退出圈呢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你演那种泼辣泼辣的那种型的、啊，没有人演得过你。现在可是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，对不对？我在演戏也没有多久啦。哎、拜托，化化妆就遮过去了。什么化化妆遮过去？那观众眼睛很清楚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不会，我跟你讲哦，女生哦最容易看出来就是眼睛下面的那个皱纹，你只要把眼睛下面那个眼皮啊去剪一下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剪厂啊。你想他过年的时候啊，双眼皮上面那块皮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啊，他眼皮掉下来啊，掉到你知道高尔夫球啪打，他推啪打，余光都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、啊？对，我就建议他去割，只有一割变多年轻啊，你都看不出来。不行啊，可是我怕痛哎、欸。不会啦，好痛哦，那万一弄丑了怎么办？可是这个男的又不嫌我啊，真的吗？他不嫌我啊，他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骂我啊。他、啊、已经六十几岁了啊！六十几岁他干嘛、啊？给我？那他是怎样？他是因为金钱诱惑你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啊，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很好。我也不在乎他年纪比我大、啊。方文，可是你有想到他六十几岁了？如果说今天他，如果说今天他能够活久一点的话，那等到他八十岁，你才四十几岁，那他能干嘛？我保证你。加油！我跟他有没有怎么样？你还要问吗？他六十岁还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不尊重你了。不要笑，叫我好难过。你不要哭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啊，你不要这样子了，不要哭啦。喂。到底是怎样？我觉得你怪怪的耶。可是他真的对我很好，然后呢，他想要生个小孩，我想帮他生一个小孩。你发神经啊你！发生小孩，神经病啊！这么乱来的。恭喜！谢谢华丽。华丽。哎呀，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等好久了。你也会上当啊！李义军小姐，恭喜你。到我们节目中来打电话给飞哥啊，打电话给小亮哥，今天也有人会打电话给你啊。他竟然吐检长的槽。哎，检长是割哪块皮啊？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的？啊？是。下半身二十年前就割过了噻。哦，下半。你们好坏，你们为什么要设计我？完了。我跟你最好，我知道你不会生气啊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谢谢你啊，你们好，不是蛮好配合的，蛮容易说神经病的话。要讲神经病吗？对呀，讲了好久，你终于骂我神经病了。谢谢，再见，成功。来，我们来谢谢李方文，还有黎姿，黎姿，谢谢两位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稍等，我现在跟你聊的。来，我们红不了。